其实我这首歌，从服装、舞美、道具、灯光啊，乱七八糟，全都是队长帮我有参与。那个镜子也蛮高的，一个人高，一个人这么高。然后我们在想的是，你可不可以有点，有点像歌剧的唱法。就带一点动作，比如说追、跑的那种东西。然后昨天就是大屏幕上面那个眼睛，有这个提议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可能眼神不会有那么坚定。然后队长就是一直还没等我说话，就是不会的，袁雨熙会做到的。老师，你这个机器能够测到一双眼睛吗？很多眼啊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但是就是说，如果这样做的话，袁雨熙的那个眼神要非常坚定啊。会的，他会的。对，眼神要坚定啊。他会的，他会的。只要稍有闪烁的话，我们就看得。绝对会，只要音乐一来，他就入戏了。